你好的很，已经录了十六秒。嗯，来吧。我想要手套去消毒一下。外侧。我也没穿左脚，拖个椅子。我的坏掉，那个整个松开了，然后我鞋子都。自动的，还是得拉一次啊。可以啊，雪太大了，不拍。我今天也都没有照片，一张都没有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觉得今天都没有照片。我觉得没差，因为每天都会。会，我们还会来这边吗？应该会吧。也没什么地方啊。一想到要滑这样滑六，滑那么多天，就觉得还好了。人看起来有正面扑下去，欸，我的脚也太多血了吧。
个洞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洞很大，我是觉得很大很大，就是这个口罩没有很合我的脸。他们有来过二世谷吗？不知道呢。
材质，然后我都觉得那个特别材质每次都灌风很冷。身体很暖，但是手背都会冷。一直咚，一直追，我快要看不到前面了，然后还要再震一下才会掉。是啊，我只是在看上去以后的下一步。上去以后的话，滑绿线，猛往右靠，猛往右靠，就回去了。而且可能要，而且都绿线，真。要箭头，get 就是那个啊，厉害的人去，也那不是 back country， 就是滑松雪的地方。
这里就是凹的地方，凹的地方绳子是走下面。哦，外绳都会卡。对。后腰吹风，有点腰痛。大到可以直直的上。
快点，加速。有够累，看看还要雪道在哪？就在这儿吧。是，我是说前面是可以再滑还是怎样？下去，但是不是比龙，不是我们那边。那不然现在滑。但是好像也只有这条路了，就是还要再坐缆车。到了。我怎么觉得是乱？是啊，小心啊。好了，不乱啊。现在不乱啊。好像还是蛮乱的。到底是乱还是不乱？没有刚刚后面那么乱。
哇，前面要推好远哦。前面你看那三个人，你看他们在走路。继续赶路。我觉得这里就要冲了嘞！我觉得这里就要冲了嘞，顶顶一下好不好？这里就该冲了，顶一下吧。嘿啊，你看到了那个要过那个小桥，注意地上。啊！好，直接下了。
不是太快，我舍不得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没了。我继续冲哦，还要好一阵呢，就是一直走就对了。
酸脚酸，全身都酸。嗯，还要多远？可以路路回去我们家。没有，再坐缆车又是绿线，所以又要撸半天。我刚看，我们可以一路撸回去，我们 Welcome Center 过去。回家就休息了。对，就休息了，不用再滑了。因为到处都滑不动啊，完全不知道滑什么。啊？没有，这里有很好吗？在哪里？拍一张你的背影好了，你要看我？不要，我现在眼镜起雾啊。哦，这下糟糕了！啊，我的面罩的上面的棉花脱落了。什么？干嘛？好累啊！上面的棉花完全掉了。我有白胶。走着，你先走。哎，太阳在那。嗯。我刚没看到。嗯。我也累死了。对啊，这个雪场真的是不大行。太耗体力了。表面上说这么大，但是雪道都接得不好，还比不上烧鹅山呢。你说我听不到，冲啊冲啊冲啊，不要刹车啊。前面冲，一直冲，越前面越好。我要从哪里去啊？那边就回家啦。就回去哦。对啊。再搭一趟，你可能又要在绿线上撸半天啊。你说什么？绿线我不知道会不会很推。因为到绿线我不知道会不会很推。你要再做一次吗？可以做啊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很累啊。好啊，那就做啊。啊？本来就没花什么，都推到什么啊？推半天啊。好啊，那就去啊。